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轴。有人一天的开始是从早上六点，有人一天的开始是从下午两点，而我一天的开始，或许是从凌晨十二点。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扮演许多角色，儿女、父母、老师、工人、快递员、销售、化妆师、摄影师，而我除了成为我自己，还要成为一名演员。作为演员，这一生可能要在许多角色和颜色中切换，这是演员的宿命，也是演员的荣幸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也在演绎着你的角色，那么请跟我一起，余光光爱，走进秋千池 ，Keep going。